娜。宵夜。今天宵夜吃的很特别哦。特别。青酱。妈妈。好，妈妈帮你用，妈妈帮你用，等一下。害羞。配这个新口味，这个。Zero。正好喝。它只有酱。不然好吃裸肉。好好好。妈妈把你夹起来。是这个螺肉，它是夹在肋，就是直接倒在里面，然后还有里面还有螺肉，它很特别。那这新出的吧，9%的。奶奶，但我刚没讲话。它是很简单，青酱奶油，然后配点面包，晚上这样吃。嗯，其实加酱是蛮多的。它有没有蛮多橄榄油？他如果怕酒怕太浓的话，可以喝这个蜜柑汽州岛3%。它超像橘子水的。橘子汽水。干杯！他妈真的是什么都吃了，青酱还可以驾驭。你告诉我有什么不行的吗？拿过去。这样子。吃很夸张，这么油，你还有加面包，因为它直接甜酱。
对，现在还不快。谢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哎呦哎呦！这么开心，你怎么开心？不要上次啊，就是我去买那个米芝的鸡翅啊，因为Yuna很喜欢吃他的鸡翅。然后呢，他就一开始给他两只，我说不够，再加五只好了，七只。他说他吃不完，是你们自己要吃的吧？我没有。结果不小心叫，小弟。结果呢，他拿回来没多久，我就他的七只就吃完。天哪，Yuna，好懂吃啊！交给他吃就好了。真的？对啊。他的声音，这是哥哥的，好可爱的哎！他的奇卡，过来一点啊，出镜。那我看看，那看不到，只看到一点。瑞奇奶奶，瑞奇奶奶，Living la vida loca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好了，正面，正面换边。你那个低清正在地上。我妈妈吃了，奶奶要吃。No。那几个？瑞奇奶奶。瑞奇奶奶。好了，没有瑞奇，没有瑞奇，回来，爸爸吃了。在 Yuna 的世界里，妈妈啊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呢？食物是很重要的。啊！爸爸吃掉。你现在知道怎么叫他回来了吗？啊！你好，爸爸，奶奶。好了，跟大家拜拜。你跟大家拜拜。